杜峰火爆依旧。哎，你球在哪？人在哪呢？你啊？哎，我都不知道咋抢了。哎，你造一步投两分行不行？他让丁在那里接那个江鹏的球吧。啊，那个球慢了，你跨步接球，直接给你上篮，上篮行不行？16分钟，哎，23分，哎，你走回来赢不了球，走什么呢？在这推进球。刘伟伟金句频出。进球的后卫球员的时候，啊，球及时传到葛家宝手里，葛家宝机会就出来了。哎呦，刘指导场边对不满意了啊！我对防守这个点睡觉点是吧？啊，对防守有一些你没显光。对，哎，运着运着能这么拿？那动作坐稳了，用上劲儿，哎，停顿人上来做突破。哎哎，在哪啊？啊，就跑了，就上篮去了。这选什么位啊？杨明全力输出。打的什么配合呀？一个人运，一个人挡拆，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。哎，打些什么呀？搁这儿啊？这么多战术，这么多配合，打呀！啊，哪个队烂到随便打两下就能赢啊？你攻不像个样，你守根本你守不住。随便有什么战术啊？王子睿突一下，谁补跨一分，人不打战术，随便打呀。李楠魔音贯耳。没有了，到脚突然打定了吧？来了吗？哎，你们两个要先推回来，我讲半天，你给我指你的人，你他妈推回来跑半场，给他们协防去。李老，加油加油加油！都是许梦君。跟上来就完了，挡拆换人，你看看他怎么办？你让他去选一选。你们在这儿一接就帮咣突突乱七八糟。啊，再一个你们外线黄旗，你不用撑这么大，你撑这么老大干什么？我一个在这儿，发现有人你在这儿，发现没人的时候，你这个地方中间你老防不上人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老防不上人，要么你往这侧偏一点，他往下一点；要么你往这儿顶点，他往这儿顶，把下面的人推回去。你不能谁也不防不行。这俩人不知道姓什么了，我总会一直要要求你篮下该打进一定要打进。现在什么防守你告诉我，来你们上场随便得分，谁防吴宇啊？怎么换的时候就没有人？鸡巴废了啊！干嘛呢？啊，在这边打了，能不能打？不打下去，出去。现在人盯人了，人找不着，能不能找着了？也可以打一次了。大伯，欢迎先生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什么你的，我不想听，你别跟我说。上海队五十二人。这同志你干嘛呢？2000 years later. 我告诉你在干嘛，快点啊。大哈挡完了，大哈下去。小圆看换人了。你能把人调动完了，他现在五号队去打个战术吧。你在那传谁呢？在那插过来掩护干嘛呢？你在那里。对。干嘛在这里？下去。蹭蹭蹭这个。然后呢？哎，可兰没有防守，不要那么多变相，先过，啊，先接着走吧，好吧，咱们就是以防攻战，啊，以
觉得你们可以换人，你先把换下去。好，然后呢，转移一下也可以。三分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又来，再来，再来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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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脚郑成宇的三分球还是不中，这边李指导对于场上啊裁判的一些吹罚有一定的质疑，不是每次都是大哥在篮下拐来拐去，刚刚确实篮下双方的这种身体的对抗啊非常的激烈，下一下他能不能上镜呢？在水平一半再上碰板吗？我这上篮肯定上篮，碰板肯定上篮。我捡录像，咱们看谁上篮上在水平嘉宾下再上镜呢？那不开玩笑呢？上篮我。球就跟烫手似的，这进攻运完球不是往脚上就是奔人，然后那个球传的跟炸弹似的，慢点柔和一点，人家现在抢不了你们球，你们因为自己慌，那球都自己把球传出去了，急什么，你接着传着打丢了，这个小球你看现在除了犯规就是什么，他们球传着人家接着接不那样，慢柔和一点慢一点，有好机会咱们进去反击，可以没好机会咱就低压着，那按照配合走跑动起来，先站死的到这个区域了，啊，我觉得张主任不要犯规了，啊，犯规太多了。那人家那一转身，我们那这手就在这，非要搭人一把，非要搭人一把。人吹这么敏感，你老是犯规，就是送人家罚篮去，清楚吧？对吧？
放在那里，要干嘛？摆多长时间投篮呢？也是，那个后卫要摆多长时间投篮呢？要调整多长时间呢？训练的时候每天这样调整那么长时间，拿个球，我再投吧。哎呀，真的，这投这篮儿就完了吧？他摆那么长时间，我真的，我这鞋帮位置上来，所有鞋帮位置掉的烧掉。来，周哥换人。那个，还不如那什么，甩好吗？甩，让你走吧。那个，还没关球，叫小李。不要欺负我！上来对的，好看都不看就过来，我看一下把它吊上来，人家全部吊上来。这里都没有人防那个贼就防止他，你就噔跑，哎，快一点！我给你捡录像，我知道。别走，桑尼在这里，来，队员快点，一个一个看他拿着球，看他，让所有队员快点。传球的水平就在这。哎，吴宇轩，你超级高水平。后卫这个球传呢，两次。可能最后一节，自己在上面有一些积极失误，但是助导还是一直在鼓励我放开去，也是去尽快的调整过来吧。然后非常感谢杜指导也给我们年轻队员很多的锻炼的机会，希望我们年轻队员上去不要怕犯错，大胆的去帮助队伍去承担一些。So we slow them down. We're gonna make them stop. All right. He's driving from coast to coast. Why nobody stop him? 另外一个是头脑哥，不是你讲了吗？你像你出个篮下的时候，不是打的不都拿走了吗？往外扩，往外扩。You defending big. 那对面兵。走在这儿，你先拿球给拉开点，真不，他都脚都上不来，非得去凑足，非得去抢着位置要球，滑了滑了让人拿走了，滑了滑了就让人拿走了，哎，自己着急，你把这个节奏都失去了。啊，清楚吗？但耐心，位置拉开，你看这一接球我们就举起来，那这个人就拼命投，投吧，投一个，然后就手一手走一走，把老子都是接球的。瞅着玩呗。
拉着腿之前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什么球？他的判罚对你挑战失败。啊？打哪儿了？打在界外，往回勾。失败，两队进入射手。